paz.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段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然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带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下心中的思虑愁烦，能够带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你的圣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让讲的能够讲得明白，听的能够听得清楚，让我们今天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在你的里面得着新的恩典。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好，上一次呢，我应该是两个月之前，大概两个月之前，我同大家讲讲，分享我来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出埃及记一到十二章的信息。上次我哋大家分享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二章嘅信息。上次的题目呢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上次嘅题目系叫神使法老嘅心刚硬。那上次呢，我们借着神在法老身上的作为，上次系睇到神藉着法老喺法老身上嘅作为，来认识了神的属性。我们睇到可以睇到神嘅属性。我们看到埃及的忘恩负义，我睇到埃及嘅忘恩负义。我们看到法老的假意悔改，我睇到法老假意悔改。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借着十灾施行了公义的审判。我睇到神藉着十灾而去施行审判。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我睇到耶和华神系轻慢不得。同时呢，我也带着弟兄姐妹有一起思想。我都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思想。就是思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是否也是会有法老一样的危险。看到我自己，我们的悔改有没有像法老的那些危险。就是当有些时候我们生命中遇到压力的时候，当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学业遇到困难了，或者你学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面有难处，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婚姻中间有一些过不去的坎，或者我哋喺婚姻度遇到一啲嘅问题，我们常常呢会变得额外的去渴慕神、寻求神。我哋会嗰阵时，我哋会额外嘅去寻求神，去寻求神嘅帮助。但是当这些压力过去的时候，但系当呢啲压力过去之后咧，那我们会不会就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样子？或者我哋好似翻到以前咁样啊？又变成了原来的那个我，就翻到好似老我咁样啊，原本嘅啊模式。那这样呢，在神面前的悔改呢，就不是出于真正的反省了。咁啊，悔改咧，唔系真正嚟到神嘅面前去悔改、反省。对，那么这一次，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同时又睇到耶和华呢，耶和华上帝呢，是有能力凭己意行万事的。我的神是凭着己意去行万事的。我们看到他没有改变法老的心，他没有改变到法老的心，就这样让他在一个罪恶中面临审判，就是让法老在这个罪恶当中去面临那个审判。那么这也是帮助我们思想我们如今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都同样令我们思想我们现在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希望激励弟兄姐妹，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加发自内心的去反省自己，去认罪悔改，就是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去反省去悔改。那今天呢，我会接着上一次的分享继续往下。今天我会藉着上次的分享继续讲下去。上一次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又加以刑罚，其中有两个原因。上次有讲到系神使法老心刚硬咧，加以刑罚咧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呢是埃及的忘恩负义，即系一个系埃及嘅忘恩负义。还有一个呢就是法老的假意悔改啦。有另外一个系法老嘅假意悔改。其实呢，
圣经中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但是圣经变成另外两个原因。其中呢，一个是神要使法老看见他的全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要使法老看见他的权能，并使他自己的名能够传遍全地。都并使令到神自己的名可以传遍全地。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这样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另一个原因就是使到法老的心刚硬，是为了拯救个救恩，施行拯救，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叫他们成为他的百姓。圣经在哪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呢？咁圣经喺边度告诉我哋呢啲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哋一齐嚟睇下。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这里，在出埃及记第六章六至七节嗰度讲到，神对以色列人说，神对以色列人说，确切的说，应该是神对摩西说，或者系确实讲系神对摩西咁讲。他说我要伸出，他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他说我要伸出我的膀臂，正藉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这里呢，就是说，神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和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以色列人。这个讲到呢，神要用系伸出个膀臂，净系仲要系好严厉嘅刑罚嚟系去救以色列人。我们听上去会觉得有点奇怪。我哋听落去咧，觉得好奇怪。什么叫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拯救？点样系藉着严厉嘅惩罚咧、刑罚咧嚟救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哋继续睇落去。那么在七章一到七节这里，在第七章的第一至七节，我要讲到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讲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还说我必下手击打埃及，他说我必下手击打埃及，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他说我藉着严厉的刑罚就把我军队和我的人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向埃及伸手，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两段经文呢，都让我们看到，两段经文都俾我睇到，刑罚和救赎之间呢，其实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系拯救同刑罚当中有个因果嘅果效。其实呢，当我们来看，当我们来看法老这一边，当我哋睇法老呢一度嘅时候呢，虽然我们知道法老和埃及人遭遇实在是咎由自取，我都知道即系法老或者埃及呢受到嘅实灾呢系咎由自取嘅。但是随着实灾的降临，但系藉着实灾嘅降临呢，法老妥协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大。法老个妥协嘅空间就越嚟越大。直到最后呢，他甚至满足了摩西所有的要求，甚至到最后满足了摩西所有的要求，甚至连埃及的百姓都巴不得以色列人赶紧离开，甚至埃及人都希望以色列人即尽快离开，好像就像我们用俗语讲的，好像看见瘟神一样，好像我们所以觉得见到鬼咁样，就瘟神咁样。当然圣经中间不是这样说的了，当然圣经唔系咁讲啦。但是埃及人确实是有点是希望他们越早离开越好。但埃及人就好希望以色列人咧越快离开越快越好，因为他们实在受够了。实在佢哋受够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法老和埃及的百姓的转变，是从他们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到巴不得他们离开。我睇到即系法老同埃及人咧，即系从喺唔想以色列人离开，到巴不得就系佢哋尽快离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为以色列人预备环境。我有睇到神为咗以色列人预备个环境。而与此同时呢，在同时呢，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我们虽然看见神选定了摩西和亚伦来为以色列百姓伸张正义，我系睇到神选择咗摩西同亚伦嚟为以色列民系伸张正义。但是从头到尾，以色列百姓有没有任何回应呢？但系睇到从头到尾咧，以色列人民有冇回应呢？没有，冇。只有当他们的劳苦加重的时候，他们有抱怨神。即系或者你有抱怨嘅时候。但是呢，神
并没有对他们的抱怨有什么反应。但对他们的埋怨呢，没什么反应。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神是蛮有怜悯的。我们看到神是满有怜悯的。他实在知道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和神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但是看到就是神知道以色列人和他是没什么关系。所以对这位耶和华上帝并没有什么认知。他对以色列耶和华神是没什么认知。就好像今天的很多欧洲的年轻人一样。甚至好像现在在欧洲里面很多年轻人一样。上帝只是他们文化中的上帝。就是他们上帝就是在文化上面的上帝。但不是他们生命的上帝。不是他们生命上的上帝。所以呢，神借着实在让他们重新来认识他自己。所以神藉着实在呢，让他们重新认识这位耶和华这位神。让他们里面重新对神有信心。甚至叫他们对神重新有信心。知道他是一位多么大能的上帝。就是知道是一个位有大有能力的上帝。知道他自己和埃及的那一些假神邪灵偶像是不同的。就是明白到他们对埃及地入面那些假神偶像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我这里看到。神不只是在他为他的选民预备环境。神不单只为了选民预备环境。也为他们预备了信心。都为他们预备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当时候到来的时候，当时候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神以色列人便不可抗拒地接受了神的恩典。就是以色列人就毫无就是抗拒地接受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生命的需要。他知道他生命上的需要。也看见了神的大能。他看到神的大能。看见神全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看到神的全能可以满足到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便自然而然地跟随了神。就是他们顺其很自然就跟随了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神主动彰显自己。神主动是彰显自己。并且预备环境。并且预备了环境。同时还给予了。我们信心，同时激励了我们的信心。救恩的一切都成就于他，就是救恩的一切都成就于耶和华。而选民在这个中间，在选民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角色，就是完全要被动的角色。但是这是这样来看，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了呢？这样看来，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呢？不是的，不是的。选民需要用信靠和跟随来作为回应。就是选民应该用 信靠和跟随来做回应。当摩西来呼召以色列人跟随他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呼召的以色列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们都是跟随的。他都是跟随着。我们如果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当我们用想象力来想的时候呢，如果他们不跟随，他们会不会得救呢？如果他们不跟随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得救呢？不会。不会。他们甚至可能在之后被反应过来的埃及人给杀死，或者他们事后被埃及人杀死，是吗？所以他们需要用信心和顺服来跟随，所以他们需要用信心和顺服来跟随。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还有一些想要再来深入一点的分享。讲到这里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分享，就是为什么神要做这么多来拯救以色列人呢？神为什么用这么多这么麻烦 去拯救以色列人呢？他没有对法老如此。他没有对法老如此。他也可以有权柄来拯救法老的。他都有权力即是能力去拯救法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但是没有这样做。但是他却拯救了以色列人。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原来有一个约在这个中间贯穿了整本圣经。原来一个约是贯穿了整本的圣经，这也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原因。这个都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二章这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呢，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去呼求神的时候，上帝就听见他们的哀声，神就听到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这纪念去神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对，然后其实在六章出埃及记六章这里也有提到，同时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那里都有提到，神这样说，我不但与他们确立了我的约，
神话不单止是同意 决定了个约。OK， 看到。我要把迦南地，就是他们做客的聚居之地，赐给他们。我要将迦南地，就是他们作客聚居之地，赐给他们。而且我也听见了以色列人因埃及的奴役 所发的哀声。而且我都听见以色列人因埃及人所加的奴役所发的哀声，就纪念我的约。对，就纪念我的约。那么这个约是什么约呢？约是什么约呢？就是神和他们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就是神向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这里可以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我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看到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神要亚伯兰成为他福音的管道。神要亚伯兰成为福音的管道，同时呢也赐福给他，同时也赐福给他们，使他以及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使亚伯兰和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得福。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这里也看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看到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将有出于自己的后裔。神应许了亚伯兰是有出于自己的 后裔，同时呢数目众多，而且数目众多，并且要得地为业，并且得地为业。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在十七章的时候，神便设立割礼为立约的记号。神就设立了割礼是成为立约的记号，并且告诉亚伯兰，并且告诉亚伯兰有国度被建立，有国度被建立，并且再一次确立他们之间的那个约的有效性，重新是确定了个约的有效的性。然后到了二十二章这里，到了廿二章的时候呢，那个就到了这里立约的高潮的部分了，就是到了个立约的高潮的地方了。神发现亚伯拉罕在得了自己的儿子以后，神就发觉亚伯兰在得到亚伯拉罕得到他仔之后呢，他没有把上帝只是当作一个阿拉丁神灯，一个生育之神，他没有将神当作阿拉丁神灯，这样是的生育之神，是就像送子观音那种样子，不是送子之神这样。那么而就是得到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便离弃了神，没得到儿子就离弃了神，而是依然听从神的话，就依然去听神的话，愿意献上他好不容易得来的以撒，都愿意献上得来不易的以撒。那神便愿意更多的赐福他，神就愿意更加祝福他。神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便多多的赐福你以及你的后裔。神对他说，就是因为你听我话，就是多多的祝福你和你的后裔。那这就是神所纪念的那个约了，这个是神所纪念他的约，就是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并且要坚立到永远的那个约，他就是从亚伯拉罕立的约，是建立到永远那个约。是的，所以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呼求的时候，所以当以色列人民在埃及地去呼求神的时候，神所纪念的约就是这个约了，神所纪念的约就是这个所说的约，他要为祝福以色列人的祝福，为咒诅以色列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人，系啊，为祝福以色列人人咧就去赐福俾佢哋，系咒诅以色列人嘅咧，就咒诅佢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约，当我哋再继续睇呢个约嘅时候，这个约呢确认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约系确认咗神与人之间嘅关系。我在这里用了确认这个词，呢度用咗确认呢个字。因为其实在神创造我们之初呢，这个关系就已经被定下了，所以我怎么用确认，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关系已经成立了，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犯了罪，但因为人先祖是犯了罪，这个关系便破碎了，这个关系呢就破裂了，所以神他要借着这个约重新恢复这个关系，所以神藉着这个约呢是重新建立这个关系。那么所以我在这里用了确认这个词，所以我这里是用了确认这两个字。
那么其实在圣经的生命记和出埃及记中间呢，都有记录这个约的具体内容。在圣经入面创世纪生命记都提到这个约的事情。那么这个约的内容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格式。这个约入面内容有个特色的。那么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间呢，我们知道一个文本如果它有一个特别的格式呢，也象征了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因为看到我从生活中有些格式的时候呢，是背后有特别的意思的。就比如如果我们有一份合同，或者我们给来的有个合约的时候，就是甲方和乙方，就是甲同乙方在利益互相可以匹配的一个情况下啊，签署了一个合约，彼此的利益中间利益当中呢可以有立一个约。那么甲方要满足乙方的需求，在甲方要满足另外乙方的需求需求，乙方也要满足甲方的需要，在乙方就要用甲方的要求。那么但是他们各自对这个约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在两方面都有对这个约都有个责任在这里。那我们圣经中的这个约是一个合同吗？我们看圣经的约是不是一个合同呢？不是的，不是这样看的。那是一个盟约的格式吗？这个是不是盟约的格式呢？什么是盟约呢？什么是盟约呢？就是当时为了联合不同的力量，然后可以对付，就是比如应该重新说，就是当时弱小的两个国家为了彼此联合来对付另外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所建立的合约，这就叫盟约。盟约就是两个比较弱小的力量呢合起来是对方更加强的对方的时候呢所立的约叫盟约。但是圣经也不是盟，圣经里面的约也不是盟约。所以但是圣经里面的约不是盟约，它是另外一种约，是另外一种的约。在这里呢，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古代的当时的同一个时期的一个文本。即系考古学家咧就系发现咗咧以前有一个的版本，就是叫做赫人之约。呢个叫黑人之约。赫人之约呢有两种。黑人之约有两种，一个是大国和小国签署的协议。一个系大国同一小国咗签一个协约。就好像我们以前历史中有的宗主国和藩属国的一个关系。就好像在古代的时候宗属国和附属国的约。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平等的条约了。另外一个是平等的合约。但是呢圣经中间的这个约呢更像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签署的一个合约。但圣经里面就是好像大国和小国所签的合约这样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具体的分享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详细去解释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间它有不同的段落可以对应这个赫人之约的格式。我们看到在如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在赫人之约里面圣经里面列出不同的格式在那里。一般呢在引言的部分。引言那部分呢是。就是有立约双方的名号。那两方面所立个约的时候呢，大国的君王的名字呢就很长，在大国的即系好长，君王的名字就很长，即系君王的名字好长。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耶和华神，在圣经里面所讲耶和华和神。然后呢，历史背景的部分呢，就是说这个合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订的。即系历史嘅背景入边讲到呢个约系咩地情况之下去写嘅签嘅。这个大国的君王呢，如何对这个小国的君王有怎么样的恩惠，又是怎么样征服了这个小国？或者呢个大约点样去征服咗小国，或者点样对待个小国嗰一啲合约？规条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你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一些条约了。或者所有条约比较讲是你应该做点什么，你不应该做点什么的。然后证人的部分呢，在赫人条约里面呢，当然是有他们当时的一些偶像来作为一个神明，来作为一个见证人。所以当时这些条约呢，就是当时有些其他的神明呢，就是去做的见证人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神他自己。但是圣经里面呢，就是神他自己。因为神自己就是信实的。因为神是自己就是信实的。那我们就来可以思想，为什么摩西要用这样的格式来记录神的约呢？
等我睇下，即系摩西喺圣经入边咁样去记录神个约嗰呢个原因咧。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几个部分。我哋可以睇到以下有几个部分，分别是主权、恩典和乐于赐福。即系翻三方面嘅话，就系主权、恩典同乐于赐福。这种样子的条约呢，它是不平等的。呢种嘅条约系唔平等嘅，是没有商议的空间的。呢个系冇得喺商量嘅地方嘅，但是有接受和拒绝的权利。只有一个接受或者系拒绝嘅决定嘅能力啫。就好像神给予我们的恩典和给予我们的新约旧约里面的很多律法一样，就好似神喺圣经入边喺新约旧约入边俾我哋一啲律例嗰啲啊典章一样。就是我们没有跟他讨价还价的权利。我哋冇讨价还价嘅权利。他是造我们的神，系做我哋嘅神。我们只有接受和拒绝他的权利。我哋只有系接受或者拒绝喺呢个权力啫。就好像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和生育权一样。就好似父母对孩子嘅监管权咁样。就是父母不需要问孩子，我可不可以把你生出来，再把你生出来。父母唔使问细路哥仔，我可唔可以将你生出嚟？然后呢，他也不需要跟孩子打一架，然后赢了他才可以管他。都唔需要同个仔打交之后咧，就话赢咗佢之后可以管佢。他对孩子的管理的权利呢，是与生俱来的。佢嘅对仔女嘅管理嘅权利咧，系与生俱来嘅。当然，在我们的经验中间呢，有一些父母没有好好使用上帝给予他们的这个权利。但都知道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好多就父母啦冇好好使用神所俾佢哋嘅呢个权力。但是神他不会这个样子。但我相信嗰神唔系咁样嘅。他是全然良善的，是公义的。系啊，全然公义嘅。良善的。系良善嘅。所以呢，他会正确的使用他的权利。系好嘢，系好正确去使用佢权力。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呢，是神的主权在这个约里面被体现出来。真系睇到神嘅主权咧，约入边系体现咗出嚟。没有我们讨价还价的空间。冇得讨价还价嘅地方。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我哋可以接受，我哋可以拒绝。那所谓恩典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恩典系咩意思呢？这个其实是和赫人之约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个系同啊个人嘅条约系唔同嘅地方。就是神，他愿意出于爱而限制自己。神系出于爱嘅时候咧，佢愿意即系限制佢自己。他本来可以像对待法老一样来消灭以色列人，他可以对好似对法老咁样系消灭有个以色列人，甚至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但当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系唔令到神满意嘅地方。亚伯拉罕两次把他的妻子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即系阿伯拉罕咧，有两次将佢妻子去陷入一个好危险嘅地方。但是神都有足够的恩典来宽恕他，神都有足够恩典去饶恕佢。所以神限制了自己的公义，来彰显了他的爱。神喺度限制自己嘅公义，系显出自己系个爱。这便是恩典了，呢个就系恩典。同时呢，这也是一个赐福的约。同时这个是一个在赐福的约。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的法律条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法律的条例当中，法律除了保护我们的权利之外，法律就除了保护我们的权力之外，还会惩治一些犯罪的行为，去惩罚一些是不对的行为。但是如果你遵守呢，但如果你 遵守它的时候呢，政府是不会额外的赏赐你的。政府是不会额外的赏赐你的。哦，即系政府唔会额外去制裁你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哋睇到圣经唔系咁样。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当我哋顺服神嘅时候，神便愿意多多的赐福给我们。神就愿意多多系赐福我哋，好像赐福亚伯拉罕那样，好似系赐福亚伯拉罕一样。当然了，但是这个赐福不是单单在物质上的。即系呢个赐福唔单止系要物质上边，更多的是在属灵层面的。更多喺属灵上边，让我们的生命和神丰富的性情有份，让我哋嘅生命同神嘅丰盛嘅性情有关系，让我们里面也可以有同样的丰盛，让我哋生命入边都要有呢个丰盛。是的，这就是神乐于赐福的地方。呢个就系神乐于赐福嘅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个约是一个主权的约，
我哋睇到神呢个约咧系个主权嘅约，但也是恩典的约和赐福的约。恩典嘅约都系个赐福嘅约。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个约的内涵的时候，当我哋去明白呢个约嘅内容嘅时候，我们正常的反应，我正常嘅反应，应当是愿意去交托和降服。我哋就乐意去交托俾我嘅神。那么进入这个约的条件又是什么呢？进入这个约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常说凭信得救。我们经常说是凭信得救。因信得救。因信得救。这个约呢就是因着信可以进入。这个约就是我们凭着信可以进入的。在现代汉语的这个语境中间呢，在这个外的现代汉语的这个氛围里面，在这个汉语的范围里面呢，这个信这个信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信应该有什么概念呢？应该是理解。应该理解。理解。Sorry。赞同。赞同。然后加上信靠。然后信靠。最后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了。最后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心。不是简单的相信而已。不是简简单单的相信。就好像我的很多荷兰人的同事。就好像我很多荷兰人的同事。他们从小就在天主教里受洗。他好小的时候已经在天主教里面受洗。他们小时候也去教会。但是有时候都去教会。但是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呢，但是在大的时候呢，一年去两次教会就已经是最多的了。一年去两次教会已经是很多的了。一次是在复活节。一次是复活节。一次是在圣诞节。一次是圣诞节。他们只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他们也许理解圣经的内容。他或者理解圣经里面的内容。也可能赞同圣经的话，都可能是赞同圣经的说话，但是他们绝对没有信靠，但是绝对没有信靠，所以他们的信心绝对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你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而圣经的这个约，但是圣经里面的约呢，是要靠着真实的信心才能进入的，所以要靠着真实的信心才能进入的。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信心。没有信靠的心。我没有信靠主的心。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约里面。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约里面。那当然也有可能今天我们的灵性软弱。可能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理性里面我们信心软弱。我们的信靠的心变弱了。我们信靠的心就弱了。从而呢，我们好像和这个约的关系也变弱了。或者对这个约的关系已经变弱了。和上帝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我对神的关系疏远了。没有关系。没关系。神是委身于他的这个约的。但神是委身于他的约的。只要当我们愿意回转。但当我们愿意回转。神的恩典依然是为我们存留的。神给我们恩典是为我们存留的，但是我们要回转在先，所以但我们要回转在先。好，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约同时还意味着什么。我们再看这个约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客观的环境改变了。这个客观的环境改变了，就好像以色列人本来是 不被允许离开埃及的。我好像就是以色列人不被允许离开埃及地的，但是神使得环境改变了，但神使个环境系改变咗，使得他们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埃及，即系令到佢哋大摇大摆嘅咁啊走出埃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今日都系同样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一切，耶稣喺十字架上边系胜过一切，他已经改变了环境，佢改变咗个环境，使我们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得以被重建。就是令到我们同神的关系重新的重建起来。原来被破坏的关系现在重新变成一个和谐的关系了。就是本来是破坏了关系，现在重新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父面前去了。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呢，神也胜过了一切。同时神是胜过这一切。因此呢，我们也应当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同时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我们依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软弱。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仍然是遇到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困难。我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去理解。我这里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去理解。什么叫神已经得胜了？或者是说什么叫做神已经得胜了？
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的时候，诺曼底登陆大家知道吗？没，诺曼底登陆。哦，诺曼底的登陆你大家知道吗？其实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去看一看的时候，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已经象征着盟军已经得胜了。就是我们在诺曼底的登陆的时候看到盟军已经得胜了。这个是1944年的6月6日。因为1944年的时候发生的。那么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德国的投降协议是什么时候签的呢？在真正的德胜的盟约是几时签的呢？是1945年的8月。在5月。1945年的5月份。对。在这个中间，我们盟军仍然有许多的仗要打。在这个期间呢，盟军还有很多战要打的。但是每一场仗呢，都是在体现他们的得胜。在每一次战争里面可以显示出来的得胜。这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得胜了。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得胜了。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试探，每一次试炼，都是在去彰显神的得胜。就好像我们每一次的试探和试炼的时候，都是彰显了神的德性。直到他再来的时候，直到主再来，便是末世的时候，他要将他的德性完全的彰显出来。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将他完全的德性彰显，将他的主权完全的彰显在这地上，是将他的主权完全的彰显在这地上。所以我们应当有信心去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应该有个信心面对所要面对一切的困难。因为神已经得胜了，因为我的神已经得胜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软弱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软弱了，就好像二战以后的一些犹太人一样，就好像二战的之后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依然会躲起来，依然会躲起，他们不相信外面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他不相信外面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他们还是躲在别人的家里、阁楼里、地窖里面，他或者是躲在人家家里面，不敢走出门，不敢走出来，因为他们害怕被抓起来重新关进集中营里面，他们很怕出来被捉上来重新入集中营的生活。所以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自己呢？所以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自己呢？不会变成像二战以后的这些个别的犹太人一样，或者我们是不是好像在二战过后一些的犹太人的心态一样呢？就是让我们自己也委身于神的这个约，我们要委身我自己，将我自己委身在神的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更多的来认识神，我从圣经里面更加认识我们的位神，每天去亲近神，我们每天去亲近我们的神。因为信心不是空中楼阁，因为圣经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神的更多认识上的坚固的堡垒，就是建立这些对神的认识更加坚固的堡垒。只有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只要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神，更多明白他的恩典和全能，我们明白到他的恩典和全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信心，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信心。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原来是不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的，他原来真是不太认识以色列的这个上帝，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当他们真的当他们真的见到实灾的时候，但是真的看到很实在的时候呢，他们便发现原来他们的神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上帝，在看到实情的时候，看到知道这位神是一个了不起的神，信心也就被建立了，是信心就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应当顺服和遵行，所以我们应该是顺服去遵行，从而在实践中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实践当中更加经历这位神，使神来更加建立我，更多的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即系让神啊，更加建立我哋嘅信心。所以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在爱的约中去委身，去转变。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爱嘅约当中系用系委身同去转变。什么是委身呢？点样去委身呢？就好像婚姻的关系一样，就好似系婚姻嘅关系一样。荷兰人，今天的欧洲人呢，他们对于婚姻的一个关系呢，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的。在欧洲比较啲系对，即系爱咗有啲系错误嘅了解，对婚姻有错误嘅了解。他们觉得婚姻是一个合约的关系，即系觉得即系婚姻就一个合约嘅关系。他们甚至会在婚前去签一个婚前协议，佢甚至喺结婚之前签一个即系婚前嘅即系协约。
当对方无法满足自己条件的时候，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当对方唔可以满足自己嘅要求嘅时候，或者系满足自己嘅时候咧，那他们便会选择离婚，佢哋选择离婚。但是圣经中所谓婚姻的关系呢？但系圣经里所形容嘅婚姻呢，是一个委身的关系，系一个委身嘅关系，是无论对方是否满足自己的自身利益，我无论对方可以满足自己自身嘅利益嘅时候咧，是否实力能够相当，是否互补，实力是否相当互补。即是实力咧，是否系相当嘅平衡嘅时候咧？是否满足自己的期待？可唔可以满足自己嘅期待嘅时候咧？我们都永远在这个约里面，我哋永远都喺呢个约入边，不分开，唔分开。这是神对这个约的态度。呢个系神对约呢个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不断的在这个约里面呼召他的百姓。所以睇到神从世纪到启示录咧，系不断系呼召佢嘅百姓，没有放弃，冇放弃到佢百姓。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委身的态度，在这个约里面。所以对我嚟讲，我亦都需要一个委身嘅态度喺呢个约入边。还有，当然，还有就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同时一个身份嘅转变。我们每一个人在中间坐在下面的，如果是已婚的，你们肯定都经历过单身的时候。我在座一个已婚嘅人都经过单身嘅阶段，相信。你们特别可以理解婚前和婚后身份的转变。你相信你好明白到，即系婚前同婚后嘅身份改变转变系乜嘢？就好像神借着摩西呼召了以色列人，就好似神藉着摩西呼召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佢离开咗埃及，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了，佢唔再系奴仆，他们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佢成为耶和华嘅军队，神的子民，神嘅子民。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今日嘅基督徒嚟讲，还有上帝的儿女这一层身份，我哋多咗一重系上帝嘅儿女嘅身份。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兜兜转转，我睇到以色列人喺旷野当中系兜兜转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这个身份的转变。佢就系因为喺冇系喺实践喺生命上嘅改变，还是有这样一颗奴仆的心，奴隶的心。佢仍然有一个奴仆嘅心，没有明白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佢冇明白到佢已经系耶和华嘅子民。所以神要用旷野来帮助他们去改变。所以神要藉着旷野嚟令到生命上有改变。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我们也同样需要在这个约里面去委身、去转变。所以相信弟兄姊妹有明白到，我哋要喺呢个约入边去委身，系有个改转变。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生活方式里面。唔好停留喺过去嘅生活方式当中。不要停留在过去的价值观里面。唔好停留喺过去嘅价值观入边。我们中华文明里面呢，有很多美好的传统。我哋中华民族入边有好多美好嘅美德。但不是每一项都是符合圣经的，但唔系每一样都符合到圣经嘅。我们需要重新把这些东西放回圣经来看。我哋需要将呢啲事情放喺圣经入边，我哋再睇。保留那些合乎神心意的，保留一啲合神心意嘅，去摒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去摒弃一啲系唔合圣经嘅。是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了。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们在摩西五经中间呢，看到我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神借着创造人的犯罪，还有与我们立约，然后再拯救我们。神是藉着创造，即是人去犯罪，即是跟人去立约，即是去拯救，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得胜，去得应许之地，即是希望我们是得胜，即是进入个应许之地。虽然我们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人是软弱的，但神在圣经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但神是好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晰的主线，要我们去跟随，要我们去跟随。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跟随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我希望大家我们可以是去行神为我们预备这条道路，去舍己的委身在神的约里面，即是舍己去委身在主的约里面，带着一颗信靠的心去跟随他，带着一个信靠的心去跟随主。在上一次的分享中间呢，我讲到了悔改，上一次我讲到是悔改，这一次的重点呢，就是靠着信靠去赴约，即是今次主要是靠着信靠去赴约。放在一起看呢，
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呢，就是呢在悔改中逃离罪，就是在悔改当中是逃离那罪，在信心中奔向神，在信心当中是奔向我们的神，不只是在当初认识神的那一天，不单只是当初认识神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而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去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活出我们重生这个生命。最后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最后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参加过三福的训练，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参加过三福这个训练。如果参加过的弟兄姐妹呢，就会熟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是参加过三福的训练，就是熟悉这个比喻的。我们会说我们好像一个开车的人，我们就好像开车揸车的人，但是很没有方向感，我们没有方向感，技术很差，我们技术很差，常常碰碰撞撞，好多时我们是碰碰撞撞，经常开到死胡同里面去，死路，好多时我们是揸入个死角入边。那么今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驾驶的位置交出来，今天我们要将我们驾驶的个位置呢交出来，交给神，交给神，让他来开着我们生命的这辆车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让神来揸这个生命的车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个就是信靠了，这个是信靠。但是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把自己的驾驶座留出来了呢？但我们当中有哪个将这个驾驶位呢是交了给神呢？上帝今天是坐在我们的副驾驶座上还是坐在我们的驾驶座上呢？神到底坐在我们在司机隔离呢，或者司机位那里呢？还是他坐在后座，或者甚至坐在后座呢？甚至最更惨的，他可能在后备箱里面，甚至更加惨的就是在车尾箱里面，好像我们的东东一样，或者我们的通通一样，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或者通通在我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啊，通通可能还好一点，通通可能还好一点，最惨的可能是我们那个刮雨的那个除冰的那个铲子，或者好像我们刮冰啊那些铲啊，只有在我们生命的冬天，我们的窗上结冰了以后才拿出来用一下，就可能我们生命的冬天里面我们真的要铲雪的时候才拿出来，剩下的时候 都躺在后备箱里面了，或者其他时候都躲在个车尾箱里面，这真的不是一个信靠的生命，这个不是一个信靠的生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希望大家明白，能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约里面，在这个伟大的约里面，全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坐在我们生命的驾驶座上面，让神是坐在我生命的驾驶位，带我们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带去带我们去去想我们去的地方。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交托出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交出我们的生命，不是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是要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是七天中的一天，不是七日当中的一日，而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而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全部，你是我生命中的全部，求你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看得明白，让我们可以看得明白，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愿圣灵在我心里面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是多么饥饿的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我们是这么饥饿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饥渴慕义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汲取你的灵粮，去汲取你的灵粮，从而活出一个更加信靠更加顺服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更加信靠更加顺服的生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